小大人这个短片是一个当代寓言童话故事。我其实是主人公是两个小朋友，我想通过他们两个人去表达一个我最近理解的一个主题吧，就是我们彼此不同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友善。就所谓的我们讲的君子和而不同，我觉得就会更像东方人的智慧一点。导演功能好像是这个三星 S21 特有的，因为它有三个镜头嘛，所以可以在同一个屏幕下然后看到三个不同的景别。对于导演在取景景别的考虑的时候，会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尝试。三星 S21 Ultra 其实在我最终完成出来的效果上是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电影的。另一个优势我觉得其实就是它的便携性要轻便，包括方便很多。所以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没有感觉在用手机拍，反而它会让我觉得每一刻都在给我惊喜。我就一直在感觉好像它像是一个表达的一个工具。最重要的还是有发现生活，发现人物，去关注身边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眼睛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可能摄影机会变得，就你的记录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小，但你的表达的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强。